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佛佛赐给与会大众大白伞盖佛母本尊法，包含回遮咒灌顶。师尊今天的灌顶包含皈依灌顶，与会大众请守节大白伞盖佛母手印，观想大白伞盖佛母注顶放光加持，唱诵大白伞盖佛母千甲咒。Bye.
们以热烈掌声感谢师尊赐给与会大众殊胜珍贵的灌顶。请大家面向坛城，我们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嗡啊吽，观想跪地礼拜，天清圣应，二拜诸菩萨，嗡啊吽，观想跪地礼拜，天清圣应，三拜护法金刚，嗡啊吽，观想跪地礼拜。天心善应，是平等意起手。银师祖请就位，钟鼓手请就位。弟子众等，祈愿师尊佛体安康，长寿自在，也祈请师尊常驻台湾，大转法轮，广度众生。法会吉祥圆满，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佛佛、仁波切及上师团，与会大众虔诚合掌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：钟鼓齐鸣，唵咕噜连声悉地吽，连声悉地吽，唵咕噜连声悉地吽，连声悉地吽，唵咕噜连声悉地吽。
阿弥陀佛，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、贵宾、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今天的大白伞盖佛母护摩大法会，法会吉祥圆满。也感谢网络上的同门护持。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，台湾雷藏寺祝大家平安吉祥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